一连三场的杨丞琳为爱齐整世界巡回演唱会在红馆举行最后一场，杨丞琳特意为香港粉丝奉献自己的第一次，一口气唱了四首大热粤语歌，让现场观众拍案叫绝。现场的高潮由杨丞琳的偶像李玟登台所引发，由于事前杨丞琳故意封锁消息，让现场效果更加惊喜，李玟也全情投入，反客为主，带着杨丞琳游红馆，更与杨丞琳面对面大跳扭臀舞。跟 Coco 姐其实真的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跟她站上同一个舞台，然后一起表演我以前最爱唱的歌，不管是在 KTV 或者是参加比赛或者是在学校演出，那这一次就是在我梦想舞台上面可以有我这么爱的女艺人跟我一起同台，我觉得真的很开心，然后很谢谢她这么大方的来替我站台，然后我觉得她也很辛苦，因为她隔天一早要好像要飞到加拿大还是哪里，她为了我把班机延到明天一早，非常非常谢谢她，然后我也觉得我歌迷也很喜欢她，所以我们都玩得很开心。杨丞琳在台上也跟观众分享自己的感情史，现阶段仍是单身的她非常有感触地表示，如果他日真的找到真命天子，他可能选择隐瞒不说，但也希望得到大家的祝福。适逢他与前棒棒团成员王子最近传出姐弟恋，杨丞琳表示已经收到对方在微博的祝福，但否认自己曾经反对姐弟恋，而被追问现在跟王子的关系时，杨丞琳就一味喊热耍太极。我没有说，我这里很红，我好热，不要问我感情的事情好了。就是一直是好朋友啊，我好热哦，赶快换下一题，为什么要给我穿皮衣啊？搜狐视频娱乐播报香港报道。